记者张群腾苗栗报道，苗栗市公所庆祝苗栗火塘龙活动20周年，3月3日在市区水上人家美食街打造灯海，并举办好火塘清创市集。市公所今天召开记者会，行销有火塘龙摄影展，市集中可买到文创及清创商品，还可搜集限量版的火塘龙邮票，首日封集火塘龙20周年限定小物，欢迎民众到场淘宝。此次清创市集是由老家艺文生活空间负责人陈鹏文负责策划，并聚集苗栗在地创业青年共同设摊，分享自家品牌最棒的产品。市集设置了互动装置艺术，命名为因为有您所以有家，透过文字与家屋立体装置的结合，邀请参与民众可以拍照打卡。苗栗市公所指出，此次邀集老家艺文生活空间五陶有限公司一间两手柴烧窑手工陶一捐白杏仁甜品专门店，精彩生活 EZTEA 强力玩咖养心无菜单料理等清创文创店家来分享自家品牌的特色产品。苗栗县天然手创染布协会也设计火塘龙限定小物，中华邮政公司也发行两款限量版苗栗火塘龙邮票，首日封，同时设置临时邮局让民众盖戳章做纪念，欢迎乡亲3月3日下午2点至晚上9点一起来淘宝。